每当这首音乐响起，绝对能唤醒无数人的青春回忆。哎呀，好久没见的感觉啊！他是华语乐坛出道即巅峰的天后级歌手，巅峰时更是以一人之力养活大半个滚石，他就是徐怀钰。从一个普通女孩到平民天后，从毁誉参半再到消失在大众视野，这些年她到底都经历了什么？1978年，徐怀钰与知识，然而官司最终以败诉告终。2015年，37岁的徐怀钰还清了所有的债务，雪藏多年的他再次复出，并发布了新歌《我还是那个我》。我还是那个我，不曾改变的我，会痛，会寂寞，还是很多话不会说，很多事不懂，还是。如今的徐怀钰虽然鲜有露面，但每每他的音乐响起，都会瞬间触动我们的心弦，仿佛我们失去的青春又回来了。